你敲门了吗？你就进来，你把这当家了？我让你吃了吗？你别说话啊、哦！你来就没有好事儿，完了，啥玩意儿就完了？公司出问题了，给我拿50万。没有，没有找嫂子借，借去呗。你嫂回娘家了，那我真去了啊！哎，那你是一点招没有。卡里有50多，密码呢？我生日。哎，你不跟我嫂子说一声啊？跟他说什么玩意儿啊？你瞧不起谁呢你啊？借钱用跟他说？我在家啥地位你不知道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忘了被人挠满脸花的时候了啊？其实每次见你我也